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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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鱼豆，来鱼豆。嗯，我说了，在新江苏，我就是小狗。鱼豆，你快回头，回头看，咋的了？这个山顶上有一个伟岸的男人，看到我了吧？完了，这病没治了，特别强大，跟你说话呢。你那个人物咋看起来肚子那么圆呢？咋跟你现实里边有点像呢？说啥呢？说啥呢？这录视频，别人不是听着了？妈哪儿说？就这块挖他呗，怎么样？这块当害？我看这块也挺当害，挖他。是啊。嗯。哎，这挖。这么挖，这么挖，鱼肉看没有？啊。来来，我把你的东西给你，让你亲自挖。你挖，你挖。你那叫挖矿豆。把这个放上去，放地上，完了紧接着，哦，哎，没想到还真让江叔给弄成了。别说，这东西还挺好用的，起码省时省力，这回家里又扩建了不少。刚才只是简简单单的有一丝丝的小失误，那能说是江叔能力不行吗？啊，这太好用了。一般吧，行了，这个是下矿用的，你没看他做那个什么吗？做的就比较窄，这挖的是不是有点太深了？那把这边也跟上没啊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边行不行？那你过来帮我把这个，哎，是不是正好挖掉呗？哎，行，行吗？行，整掉。你看咱家这是工程，工程量啥的呀？哎呦我这越来越大了吗？这地方啊！来，给你，你要不你靠手去挖，你挖啥时候你做个家，建个家，跟那啥去的？有道理呀、啊！你江叔办事稳不稳妥啊？啊，这必须稳妥呀！那这不是你刚开始说的？哎，这啥玩意儿？整的让我看空气呀？又不是这时候是吧？主要是那过程有点漫长。一点不漫长。啊，但是现在看这个成果呢，这个漫长的等待也是值得的。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上那边整，你那边上那边还可以继续开一个，你不也有吗？你看。Later。完了，本来就一只牛还跑了，这得啥年月才能吃上牛肉啊？还得给小猪小羊们再修一下牧场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吃一顿烤肉，咋就这么难呀？